最高手就在这里，看来只有当年终极杀人火云邪神才有这样的杀气，这份气势不通就是人称神雕侠侣的杨过、小龙女、狗养大名。今天我们来是和虎头帮船长，与其他人无关。<笑> 你当日杀了我，你一天都光了，你今日自来算账，你真是自投罗网。留你条狗命多两日，不要这么得戚。我这份大礼，你今日收硬了。咦，送终？哼，今日有邪神在，看下哪个送哪个钟啊？那你即是做较量了。不会，其实我只是想打死两位。 又或者被两位打死啫。<笑>老婆，点睇啊？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既然系咁，嚟啊！好啊，嚟啊！
你们都是坏人！我们都是烧工，仲有一招大喇叭，烧得甘拜下风。 直情系啦，趁佢病佬嘅命，你嚟啊！我想呕啦，我要第医生。试啊！嚟，过嚟，呕佢，好，呕头啊，梗系啦，呕头我落去啊，好，扬命立马啦，嚟，呕佢啊，呕佢啊。 沙波咁大个拳头，点练噶？应该要搏。 人啊，去咗边啊？你有冇搞错啊？咁都俾佢哋走得甩？